宫崎骏卡通我会哭那个神隐少女。神隐少女我比较可以聊。因为我从这部超哭的，那个从头哭到尾。可是神隐少女哪一段啊？神隐少女一开始在吃的那一段，不是那个小女孩抱着白龙在天上飞的时候，她说：“我想起来你叫什么名字了，你的真名是琥珀川藻真主。”然后忽然那个小白就变成了一条龙，然后鳞片全部都飞掉，然后两个人一起坠落下去，然后就，然后嘞，她就笑起来。今天的。哎呦，气氛好奇怪哦！我真的，他不是宫崎骏，原来你也是肉做的，真的，你也是肉做的，我每一个直线嘞，真的，他忘记他名字很久，所以你正常的忘记自己叫什么，恭喜耶！哎，Abby姐又入镜耶，又入镜又入镜耶！新年快乐耶！OK OK OK， 结果想好怕弟弟又入镜，小孩子超开心，要哭哎！哎，这张照片真的好，很喜欢神隐少女哎，这个超开心，这个在哭，神隐少女很重要。因为要比的话，龙猫是更对，龙猫很可怜，龙猫有什么可怜的？因为龙猫它妈妈生重病啊，那两姐妹还到医院门口坐在树上，然后给她妈妈一个小礼物。神隐少女她爸妈变成猪，因为很贪吃啊。我们直接揭晓第十名，残酷的时候要来了。好，第十名到底是谁？为什么？小白？为什么是小白？因为这只是你内心的运动，我们游戏还没开始，鸭子，你有气到说你要不要做明星了吗？没有啊，我如果漂亮，我应该也不会在这里吧。可是你要试着要越来越漂亮啊！啊，要要要，是马 Q 要我越来越漂亮，很好啊。对啊，鸭子不要哭，不要哭，干嘛哭啊？就是 game， 想到马 Q 我就。对啊，马库加真的很好，很好，是不是？不过讲真的，有越来越漂亮，真的有，真的有，真的有。请告诉我，只是一个游戏。我们大会要鼓掌。还有16000名网友的意见，加上1000名观众在街头受访的结果，他们最愿意转台跟最不想要继续看的这个差别哈，第十名也就是他们最容易就转走了，不想要继续看的人。我们要揭晓第十名是谁喽？准备好了吗，各位？第十名要揭晓了啊，要揭晓了，请看。啊！哇，好神奇啊！差好多票哎！来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差很多票哎！谁你？你们好窝囊，你们把他弄哭，好坏啊，怎么这么坏啊？谁你？刘雨欣，你不是说你准备好了面对这件事吗？那因为还是差很多啊。可是还是票数差太多了，对不对？可搞完你已经想看他的人的意见了。快点！赶快！赶快！赶快！帮忙一下，帮忙一下。OK， 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赶快！没有硬他想看的人。你也知道，可能女孩子如果上围比较大的时候是有这样的烦恼哟。就是我现在在海边戏水，我比基尼吹掉了，马上遮起来了哟，就不会走光了，而且大家还以为你在扮许春梅哟。如果去 KTV， 怎么样融合瑜伽罗老师 music？觉得小优分数比较高的举牌。谢谢。小优分数比较高。快哭了。你哭什么？因为你很难得会有赢的时候哎。你为什么要哭了？怎么了？碰碰不要这样，碰碰。
你而已。才刚开始啊，胖胖。想说高山峰是为了挺你这个朋友而故意不伤害你，不是，我要讲得很为难，那打掉给他。现在扣号吗？扣号。所以你们真的在爱？我又会不就我又被骂说是我强人所难，天哪，然后他好可怜什么的，我那天又没有。啊，因为今天的道歉性质呢，就是首先我们要说明，就是我们不应该因为当天因为你的外形开玩笑 ，OK？ 所以这个是要先修正的。可是你的个性那么好玩，就是谈恋爱这事情我们真的联想不到，所以这一点是我们没有防到的事情。应该讲说小甜甜开得起玩笑，所以才敢开嘛。对。那万一最后没有成功，你会怪我们吗？不会，就你得到多少就算多少。甜甜，甜甜，因为道歉怎么一个一个那么哭啊？甜甜，不是。我们哪里这样？我们认真的问问题也不行，不要说这也太难。哎，这样很恐怖，从第一开始哭，这样哭，待会整排都哭。我们刚刚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？Selina 的爸爸跟那个妹妹，还有那个陶喆，他们都有话要跟那个。是假的，有 VCR， 跟我讲，有人要哭了，我看。对啊，我爸跟我妹如果讲感性的话，我是会飙泪哦。是感性的。哎呦，我都已经快要哭了。就这样子你会哭吗？是感性的。就是光想象到就会很感人。啊，你们真的要播吗？这还有通告哎。好，我们要看喽，来。6年前，你在雨中被我逼去参加歌唱比赛。6年后，你在舞台上发光发热，我以你为荣，也因为你我感到很骄傲。因为 S.H.E 的成名，生活受到了颇多的限制，媒体夸张的报道也使你饱受委屈，爸爸妈妈心疼，我也很难过。但当我看到你跟 Hebe 姐还有 Ella 姐如此坚定的革命情感，就感到很庆幸，因为你们可以一起分忧，让你不会感到这么孤单。感谢老天让你们三个人聚在一起，制造了好多好多的幸福，献给全天下的人。你曾说过，如果以后我赚的钱比你多，我要负责养你。现在换我跟你说，不论我长大后赚了多少的钱，我会让你过最好的生活，享受最好的享受。最后我要跟你说声，我真的好爱你。谢谢。娶了你老妈是大奇迹。你跟龙龙是上天带给我们的人间缘分，老妈是老爸的 lucky star， 你跟龙龙是老爸的 shining star， 有了你们，我的人生更为丰富，更为闪亮。人间有良苦，黄连苦，我觉得演艺之路更苦。我非常真心的谢谢你的辛劳，让我们由公寓搬到电梯的房子。每天晚上临睡前，你娘。脸上的喜悦，让我体会到您是上天带给我们的礼物。你太可怜了吧！谢谢您，辛苦了。哎呦，怎么会这样？吴大如说，人生以快乐为目的。老爸衷心祝福你平安喜乐。太深情了吧！夫妻家人怎么那么……哎呦。这个样子，那妈没有当众，他整个崩溃啊！他是很，我爸跟我们都是很严肃，然后是很坚强的，很坚强，那或者是也他也会很搞笑，就是会讲一些笑话，黄色笑话什么的。所以你没有看过爸爸哭成这样？我有看过他哭，他当然有是，但是那种男人就是快哭就他就会立刻你看到一个老男人这样哭，你会不哭吗？我就觉得有，我会哭，就他为什么会哭？他为什么这样？我就看哭成那样。我真的没办法，因为我们节目起伏太大了。